三，关于一名南京市民从我市出境的有关情况。8月12日，市卫健委接到通报，8月10日，一名南京市民乘 CZ6190航班从南京至大连。8月11日，从我市乘 JL820航班从大连至日本。在日本入境时，新冠病毒唾液抗原检测阳性，我委高度重视，立即对其在大连市的活动轨迹进行了调查核实，对其密切接触者进行了管控，并第一时间将相关信息横转南京市卫生健康部门。目前我市已追踪到其来源航班及在园期间密切接触者50人，均已集中隔离医学观察，核酸检测均为阴性，一点已完成了消毒处理。